校图书馆是一栋 L 型四层楼的建筑空间，分馆内及馆外区，馆内区为主馆藏区，馆外区则提供不同目的使用。目前图书总馆藏量为20余万册，非书资料近2万多种，纸本期刊近800余种，还有11种报纸及各类型电子资源。一楼流通柜台服务项目有读者借还书、预约续借等服务及读者咨询服务、代售影印卡、门禁管理等。置物柜一楼提供了130个置物柜供读者使用，其中为保障读者个人隐私，提供了100个密码锁置物柜，由使用者自行管理。主题书讯，图书馆于一楼设置主题书讯，针对近期具知名度及影响力作家，以主题书讯方式制作一系列作家相关介绍及作家著作展览等，希望能让进馆读者快速地认识作家背景及相关著作，因此对作家有更深的认识与了解。新书展示区，图书馆每月针对国内知名网络书店、博客来、诚品、金石堂等，统计其每月新书排行榜，作为馆内即时性图书采购，以提供读者最新最完善的图书资讯。新闻小百科，图书馆于一楼设置新闻小百科，针对近期热门新闻做更深入的研究报道，让读者进入馆内后能及时吸收到最新最完整的新闻资讯。期刊区，图书馆中西文期刊达400多种，其中除了各系推荐专业期刊外，并订阅休闲娱乐杂志，以提供读者多元化期刊专区。检索区，图书馆一楼检索席次较多，各楼层亦另设检索专区，提供读者馆藏书目资料查询及资料库查找。阅览区，一楼阅览区提供舒适阅览座位，读者能悠闲轻松地在图书馆内享受阅读的乐趣。特色专区，图书馆针对绿能产业、客家文化及玻璃创意等本校3大中心，设置相关图书资料特色专区，同时提供绿能产业模拟实物、客家蓝染及玻璃创作等展示。进入特色专区内，可满足读者对3大中心的好奇心。二楼艺文中心，图书馆于二楼设置艺文展场空间，提供国内知名艺术创作者到校展览。读者进入艺文中心内，有如置身艺术殿堂般的享受，进而提升心灵之美，此区亦为本馆重要特色之一。数位多媒体学习专区，为使读者方便查找资料、完成作业，图书馆于二楼设置数位多媒体学习专区，提供多部电脑、扫描器、影印机，读者透过连接外部网路及内部资料库，满足相关资讯需求，并可顺利完成报告作业。东亚研究中心，为收藏东亚地区珍贵史料图书，尤以日文书最多，共收藏4000余册。书库区，二楼书库区放置图书为语文及美术类相关书籍，也是使用率最高、师生们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。
参考书区。参考书区收录具及时性、指示性之图书，如字词典、手册、百科全书、指南等工具书，不提供外界服务。创办人藏书专区，收藏本校创办人陈建中先生捐赠的图书。三楼主要为书库区，收藏种类、哲学类、宗教类、社会科学类及史地类图书，另有多元文化专区、学生专区、学报区及名人藏书专区，提供检索电脑、影印机及阅览桌椅供读者利用。四楼主要为书库区，收藏中文自然科学类、应用科学类及西文图书，还有最受欢迎的漫画书区及过期期刊区等，并提供阅览座位及影印机。视听中心，图书馆四楼视听中心提供一流的视听影音设备，典藏教学及休闲类视听资料及电影原版海报，其中音乐欣赏专区提供了实习电动按摩座椅，读者可利用课余时间悠闲地躺在按摩椅上，享受边听音乐边按摩的乐趣。还有实习单人视听座、六席双人视听座、一间小型包厢，供不同类型读者使用。视听中心的新进资料展示区，可让读者掌握新进馆藏的第一手资讯。馆外区，一楼，休闲学习中心，为图书馆重点特色之一。中心内提供约250个阅览座位，既有动态学习区、阅报区、资讯悠游网专区、科学展示区、线上英语学习区、英语聊天室、学习剧场、杰出校友专区、学生微型创业专区及轻食区等。动态学习区设有 Wii 游戏机，提供师生多元化影音互动学习。阅报区提供国内11种报纸，提供师生每日吸收最及时与最多元的新闻资讯。资讯悠游网专区提供各检索座位，读者在此可立即享受网络无国界的悠游快感。科学展示区提供实际教学创作、影音互动学习，并展示教学成果。线上英语学习区提供趣味式英语互动教学软体，读者在此可享受英语学习的乐趣。英语聊天室摆脱传统刻板教室，提供师生绝佳的互动式教学场所。学习剧场提供活泼宽敞的教学环境，让学生沉浸在课堂学习中。杰出校友专区为本校历年杰出校友荣誉专区，让学弟妹引以为荣。学生微型创业专区由图书馆提供创业场地，研发处提供充裕资金，让学生在此创业实习，将所长充分发挥，并将所学融入实务经验中。轻食区则让师生在此可互动、用餐，享受另类且多元的学习乐趣。二楼，网络资讯中心。网络资讯中心采自助式管理，读者入内利用电脑话位系统登记使用，内部共有40部电脑及一台储值式影印机，提供网络资讯服务。自习中心
自习中心采自动化管理，全年无休，开放时间为上午8:00至晚上9:30，共有99个阅览座位，柔美的灯光，舒适的阅读空间，除本校师生外，亦吸引许多校外人士争相使用。图资中心会议厅，图资中心会议厅为本校第二大会议厅，会议厅内提供了104个舒适座椅及一流的影音设备，为校内外举办重要活动之场所。3楼文化讲堂，文化讲堂为配合通识课程所成立的空间，内部仿古设计，师生在此上课可激发思古之幽情，体验不一样的情境教学。教师研究室，共有8间教师研究室，提供老师们安静不受打扰的研究空间。典藏室，艺术创作者馈赠之各类艺术作品皆收藏于此，并不定期借出供各单位及系上陈列展示。讨论室，图书馆共有2间5人讨论室，满足师生们研究讨论的需求。法庭教室，亦为配合通识课程所设立的空间，教室内模拟法庭实景，让学生体验不一样的学习空间。4楼团体欣赏室，团体欣赏室提供67个座位，设置剧院级视听欣赏设备，并有平台式钢琴，提供多元化的空间利用。除可作为通识课程之音乐教室外，亦是图书馆周三电影院播放及小型演讲表演之场所。